好的，我继续把我到阳极山聂龙洞的一个洞里面的情形继续剖下去。好的，我们进入这里，也是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宽度呢，大概两个人可能就有点挤。目前走到这个，到这边就。一个人的宽度很特别哈，小心，我这边就要投低了，他这边都有提示，小心碰头。哇，在滴水，湿气很重，值得来看一看，真的走到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，跟我一起来的都已经失散了，就自己慢慢拍。看，都是钟乳石。这个里面还有，我不知道这水会不会脏脏的，感觉应该是不一样。剑门关，爬楼梯了。这个不大适合年长者来逛，说真的，你没有一定的体力走这个真的会很累。佛线那个应该是草吧？要爬楼梯了，走到这肚子真的有点饿了。今天晚上应该会多吃一点。今天中午呢，并没有吃很多，也没有吃饭，就吃了一点菜，喝了两罐饮料。因为这个季节，虽然已经快到10月，过了中秋了，但是还觉得这边的天气真的还是很热。我现在位在江西萍乡。聂龙洞这边真的是走到现在，让我感觉原本不想进来，但是现在的感觉是真的是要进来看，难怪他们一直推荐我吃完午饭来走这个，当地人一致推荐的，也都是我们的亲友。这段非常的长啊，我们就走这段。真的要小心撞到头。我也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。好，聂龙洞的平面图，3100米，不会吧？只好继续走了。
我们让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在打扫，让一下，因为宽度大概就一百，确实。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您好，前方接线路段进入第二个网红拍照打卡点，旅客可以向右转或者第一个拍照点号码牌，再次免费拍照，领取纪念照一张。请大家有序依次排队，做好拍摄准备。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您好，前方接线路段进入第二个网红拍照打卡点。他这边广告说前面可以拍免费的照片，我想我也不想拍了。正前方就是免费拍照的地方，我想我没有必要拍，所以说我影片先咔嚓掉。我是开始。站立。前方两百米就去，小头子免费的。OK。哎，现在是快一点，快点，啊，免费的，别动，别动。不理他，我就直接走。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，这边有水池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米。我想水这么冰也比较少。明明是禁止抽烟，还是真的在抽烟，真的很没水准。我说嘛，我前面走的路段有闻到烟味，应该是有人偷抽烟，总是有这样不守规矩的。其实抽烟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你要尊重不抽烟的。或许看这个视频的有很多人是在抽烟，那就不提这件事，继续看下去吧。又一个大的别有洞天的地方，这边都有一些椅子可以让人家坐着休息，但是呢，感觉上看起来都是湿哒哒的。哇，前面好多人，稍等一下。走了那么远，我现在才走到八仙过海，天哪，还要1800米才走完，别闹了，真的是走到肚子饿了还要走1800米，走到这边就有点后悔了，就有点后悔了，好吧，头都已经理发了，只好要洗头，抱着这种心态。有人看到鱼了吗？哦，很小很小，小小的。我知道有看到，在脚缝那边。我很怕它塌下了。OK， 有遇到。老师这里啊。
被抓出去了。然后就啊啊终于远离中间的人潮，这东西有点暗，走起来要注意。还好整个坐的来讲起起落落，但是基本上道路上还很 OK， 只是都是湿哒哒的。真的是要提升啊，非常非常的吵。前面这刚刚还在那边抽烟，那现在带着小朋友怎么鬼哄鬼哄的，哇，很讨厌。快一点，远离那个很吵很吵，快受不了了。
游这个景点，我不建议带小朋友来。为什么？你如果带小小孩来这边的话，基本上你有可能走大概1公里就要抱小孩抱2公里多。我光拿这只拍摄的棒子，手都有点酸了。走出来了。哦，这边一定要低头了，连我这种海拔163点多的都要低头了。从头到尾景区内都放 Kenny G 的音乐。这个地方没办法超车，要不然很想走到前面。这个中午是小心碰头，但是已经断了。我想应该是像我这身高的，不知道几个人撞了之后，它就断掉了。看着它还在滴水，可见这钟乳石它继续在成长，大概就这样。有些地方被锯断了，很可惜哦。还在滴呀、啊、滴呀、啊、滴呀、啊、滴。OK， 我要蹲下来，这边居然要蹲下来。还好，还好没撞到。走到这边应该有走1.5公里的，我脚现在有点腿软，等一下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好。我在北京的一个侄子，他说他也没来过这，那今天他也跟我们一起到这个聂龙洞里面，可是我到现在跟他分散的，不知道他走到哪边。千秋梯田。OK， 真的如同我刚刚说的，大概已经走了1600米了，那距离已经走一半了，走一半了，3100米就在正前方了。我应该是属于幸灾乐祸型的。刚刚很吵很吵，沿路就是很吵的小朋友，现在走不动了。他抽烟的老爸现在要背着他，要背1.5公里。虽说有带小朋友来的，记得这边是3100米，你不要随便就带小朋友进来，这是一种很大的冒险。我发觉走到里面之后就没有像先前让你非常的 shock， 那它后面的灯光就没有像一开始进来那么好。现在看到的景色跟前面看的都差不多哈，就比较不会有像之前前面那么多下手的。
啊，他们这几位就是一直跟着我，估计真的快受不了他们了，好吵好吵，就是他们。这边生意最好，他那么吵就是卖得硬的地方。影像片，刚刚拍照的影像片，影像片的地方，结果还是要付钱。所以说，在大陆景区，我的感觉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只要稍微的懂电脑。那用合成的方式也可以把字幕打上去，自己拍的点不见得会输他们。好了，大概已经走一半多了。很特别的，这里面完全没有厕所。我们现在已经走1800米，钓鱼岛还有1300米，很快就走完了。抱着小孩很辛苦，还要走1.3公里。这边一样有监控的，哇，惨了，我差点跌倒。哇，这边很特别，就要走来走去，闪来闪去。真的是要闪来闪去，还要蹲下来，哇。折腾啊，妹妹挥挥手，我帮你拍。Yeah, 小朋友很乖，又不吵又不闹。小女孩一直很好奇地看着我的镜头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会分段的拍摄，因为我觉得一次如果一次拍到底的话，那个档案非常的大，那我就试着分段，到时候再用剪映把它做组合起来。小心不走啊，小心啊，哎呀，这边还要侧身过去。哎呀，我的同事快起来，真的是哇，很惊险，还要侧身。那这边怎么走啊？走这样好了。Thank you.
最惨的就是像前面这一位，还跟你说话，不要口气，好像在砍火一样。是天才还是智障？要走哪都这么低，到底我要走哪边才不会碰到头？我想到了，就是蹲下来，慢慢走。我就走中间这一里就好了，好累耶。再过几天就要回台湾了，归心似箭。现在的游客的心态跟我一样，何时可以看到出去的洞口？这洞口到底在哪里？这边感觉都一样，不知道是走远还是怎样，现在就觉得有点麻痹麻痹的感觉，对这景色没有再好奇的任何好奇心，毕竟钟乳石洞就是这样。记得去越南下龙湾的时候，也是有攀爬类似这样的钟乳岩洞，但是它那种感觉跟这边截然完全完全都不一样。人潮的队伍中间，我赶快走一走，小朋友都走累了在休息。不止小朋友，大人也累了。哦，这里面抽烟的人实在太多，都没人去开他罚单。是吗？绕过来好了，走那边会碰头。那里面都是烟味，真的很讨厌。
空气已经不好了，还有人在里面抽烟。小妈妈，快点来喽！那鸡米也有，鸡也有，花鸡也有。每走一步就接近出口，越走越兴奋。现在出去应该不到一公里了。认真的往前走，怎么有人抽烟呢？真的很讨厌。里面的空气走到后面这边，觉得有点稀薄的感觉。走到现在有点喘，而且觉得呼吸上来好像有点缺氧的感觉。毕竟深入洞穴里面已经一公里多了，应该有两公里了。越到后面觉得这空气比较稀薄，刚进来的时候那空气还没自己那么稀薄。 OK， 我还是超越他们继续往前走。一路走到现在我都还没找地方坐下来休息，为了拍这个视频真的是有点累。不过很感谢亲友的介绍，强调一定要来这边走。本来我吃过午饭的时候还是坚持留在那边休息，因为天太热。那在他们跟我说到这洞穴里面很凉爽，几乎都跟空调房一样，我就说好吧，我们就来这边走走。又进来，刚进来有下课，但是走到这边有点没有什么新奇感了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走到的位置在哪里，他已经告诉我们在哪边了。 OK， 已经有2000米了，快出去了。许愿池，我会不会丢一个铜板进去之后许愿我回去人中威力场，而且是头彩？我想这个机会不大，算了，不丢了。我再走回许愿池好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愿望，希望我跟我的内人能一生一世都在一起，这是我目前的愿望。好的，有人在接这个水滴，天然的。你看，水滴从上面滴下来之后，经过长年累月，它上面还看了一些青苔，
这样的一个低下来成型的上下中午，很特别。这是第三集的影片，那后续还有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